那你跟我一起就好了，不会失控。什么？跟我一起就不会失控？不行，我应该不会生气。跟其他来宾一起交流瘦身心得，平民天后徐怀钰上节目分享冻龄和保养秘诀，跟着同样在音乐实境节目主持的米菲，两个人跟蓝心湄大聊特聊时尚宝典。因为我是从你的专辑里面就发现你有很多衣服其实是跟一般我们看到的歌手不太一样的，嗯，对。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发现你有喜欢会特别的布料，乱买是不是？没有乱买。一句话逗乐大家，徐怀钰和米菲都第一次上时尚节目，而米菲身为新音乐选秀主持人，跟张震岳搭档也是首次接下主持棒，他也很紧张，也很期待。我觉得是那个声音是，我觉得可能平常不会听到的哦。对，有些声音是非常自然的，就没有太多的包装。十五组滚石巨星一起寻找大自然中的好声音，前进部落。徐怀钰也担任声音鉴赏官，坦言能够跟素人一起练练歌喉，印象深刻，也相当有趣。新人的时候都会去模仿自己最喜欢的歌手，哎，对，会模仿几个声音。那他们其实也会，素人也会，然后你就会去听他的声音，然后知道他什么样的地方，对，适合什么，然后他的气息。好或者是弱，不只是用歌声带来疗愈，更是能够感受大咖主持带来的感染力。 TVBS 新闻李建伟、林昀文台北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